感谢大家，大家午安。午安。足欢喜，看到大家来参加，因为咱闭幕词啊，就是要甲咱这三天所读的来做一个总复习啦。大家那知影的，恁都画出来。看大家学习偌济。咱拢用 PowerPoint 吼，来说明。但事先呐，我啦想要家己介绍一下，无有诶，我无清楚嘛吼。大家课程表内底拢有嘛吼，有我诶名嘛，张文燕嘛吼。大家若要搁较了解我吼，加两字就好啦。吼，即马较少年呢。昨晚你就上网去找，你甲写张文燕教授，你就找得到我的资料，会比了解我较济咧。若要搁较详细要了解我，我入去111人力银行，四个一吼。人力银行那个名人小传，小传来的啊，跟他怕张文燕会看到我为学校会经过有家提拔的人，我拢有感谢伊啦。因为这里是被邀请吼，来参加啦。这个111人力银行是安怎奈安尼讲？伊甲邀请的是伊甲讲爱写一个格言啦，等于两对格言啦。我想想咧吼。对少年人靠帮助的吼，都是态度啦，态度吼。我呐感觉讲态度足重要，所以伫我的小传内底啦，拢有我有写着。个有心啦，有心啦，有心。一定会成功，所以那少年人提这两句啊，好好啊去应用一下吼。下摆我一定有成绩的表现。原来我要安尼讲，实际上。当然，阮阿公较早是做保证，保证伫日本时代等于是里长嘛吼，里长也是迄个村长嘛吼，保证吼，所以。阮老爸是咧做贸易的，较早迪化街大家会了解嘛？迪化街咧做迄个中药材啊，迄个进出口。当然伊拢是咧做商的这方面。我咧读册，那讲拢是读商的这方面。所以可能在
这个社会来讲，我背景应该家庭拢无问题啦。啊，问题就是等于讲伫公务机关内底啊，拢无啦，吼，拢做上诶嘛吼。啊，当然，实际上我算残障囡啊。啊，当然，阮老爸是早期就伫地化街，我咧做中药材诶，甲中国咧进出咧买卖。啊，迄阵啊，到尾啊，就怎冻掉去，啊，就转去庄卡。实际上，伫这个我拢伫学校，我去学校，那是系主任甲我介绍入去，吼、哦、系，所以我拢甲学生囡仔讲吼。那你伫学校啊，一定爱甲系主任的关系较好咧，因为迄阵啊，有诶要找人才啊，拢去系里内底找嘛。啊，系主任啊，你咱甲伊较有来往咧，关系较好咧，伊一定去想到你嘛。啊，伊就甲你叫你讲，啊，无你去啊。好、哦、类似安尼啦，啊，事实上咱拢无虾米背景，啊，你要伫公立学校啊，那是真顺利啦。三十几岁我都摕到教授，这就是啥？咱入去遐无咧甲人争啦。实际上，迄阵啊吼，拢在做啥物？咱会伫做诶，学生囡仔要爱诶，咱就带因去做。无得领加班费呢，无得领带学生囡仔去参加活动。你若有诶老师啊，拜六下晡时带学生囡仔出去，伊特别。请这个叫做加班费啊嘛，啊，我从来拢无咧请这啦。到尾啊，这重要关键啊，校长讲，啊，无宿舍合理啦，因为大家甲我同款的。情形啊，大家拢升等啦，啊，我没有跟我升等，啊，我去甲校长讲，校长讲啊，无宿舍予你啦，等于补偿啦，啊，我甲讲啊，宿舍我都有其他住，唔免啦，啊，实际上，迄阵啊提宿舍吼，啊，甲不来。等于五六百万嘛，在那个时阵，给你宿舍，等于合理嘛。啊，带，啊，你就等于甲买，啊，你若买了，俗俗啊，迄种啊，等于是怎合理？啊，但是我都无讲，啊，我都有他大，类似这个情形，甲大家讲，就是讲少年人，吼、哦。你若认真做，大家拢看会到啦，唔是看袂到。啊，无讲流亡政府的遐关系人拢升顶啊！啊，我从一个台湾囡仔，阮校是江西老表啦，哦，江西的校长，他是蒋经国在赣县的。庐山管理局的局长撤退了后来做校长，啊，所以咱介关系无啊，啊是伊要欠人去系里面讨，啊系里甲我讲，啊无你要去哦，叫我去，
我讲好啊，我就来去啊。类似安尼，甲大家讲就是，那流亡政府吼，拢是靠关系啦。你无关系吼，足困难要成定。啊，所以这就是讲我的经验啊，我甲大家讲啊，尤其有少年的。你若听入，你就一定爱工作态度，一定爱做出来，吼、哦，啊，甲有心啦，吼、哦，啊，一定会成功嘛。啊，这要甲大家强调，啊，就是我本身吼、哦、要了解我，啊，你会使从网站上去了解，啊，甲我的专业吼、哦，我。本身是我专门职业，所谓专门职业，就是有啊会计师证照，我那是仲裁人，仲裁人哈，啊那是目前咱行政院工业工程委员会的。专家学者资料库来的啊，我那是这个，因为有当时啊，拢会去参加国管局啦，吼、哦、咧办 BOT 案啦，吼、哦、还是要这个评审啦，拢加减会。叫我去做评审、哦啊，所以这是我的背景，啊，让大家了解。啊，咱即马就要来看咱准备的 PowerPoint， 啊，甲大家啊介绍吼、哦。咱就感谢大家来参加，因为有恁来参加，咱才会成功。因为那无恁来参加啊，咱的成功的机会啊，又搁较慢，所以咱都要甲大家拜托，唔那干那恁来参加就好啊，爱搁招较济少年呢，有专业的来参加。实际上，咱现在参加的同心呐、啊。有的人说啊，你们这些都有的找不到头路的啦，想要来这里找头路啦，啊，有的啊，各方面表现不好啊，来这里说看有他做一个官员哦。实际上我们在里面有很优秀的人，我去屏东县政府去审查的时候，请三个学者专家去审查，我其中一个，但是我出来审查拢成绩输了，我成绩输了。佫一个我捌你，我成功大学的迄个系所主任，哦，一个啊吴教授。过一个我唔捌你，但是去审查了后，伊走来边遐甲讲，伊是同心啦、啊。因为我穿安尼吼，啊伊足清楚，啊伊，因为我唔捌，因为伊讲伊是同心，伊我二十几期的啦。啊，事实上我是第一期的嘛，我拢第一期的嘛，啊所以。我等于有诶，咱来遮咧上课，遮我有诶足优秀诶人，啊，伊都无出来讲啊。哦，我甲讲啊，无你名片一个向我一个，啊，名片一个看哦，才知影讲，伊我是伫高雄，
正修啊科技大学的副教授，啊，成大迄、那个伊我是建筑师、建筑师，成大建筑系的啊博士，那是足优秀啊！伊唔才会被邀请去遐做审查人员，所以这简单安尼讲啊，实际上真正有咱内底的同心，我大家足优秀，唔是讲有诶外口有诶咧乌白讲啊，所以我也要互人互大家知影，就是讲以前我从来无咧提出来介绍啦，有当时啊，咱功课讲错啊，大家都再见了嘛。啊，我即卖听咧是讲，我无出来家己介绍一下嘛，啊，大家也唔知影。啊，所以我就讲安尼较简单啦。电脑提出来，你甲拍张文彦教授安尼就好啊，拢会看到我的资料。好、哦，啊，我伫只讲的话是100%正确的。袂乌白骗，吼、哦！有诶讲啊，唔是咧卖药啊，吼！你又做啊？伫迄床卡讲啊，卖药啊，吼！画画咧，啊，就转去啊，就找无人啊！啊，实际上拢找有人啊！啊，所以讲要搁一概拜托大家，一定去找迄较少年诶。靠专业来授训，未来大家要替台湾啊人民做代志，诶，才有法度发挥出来嘛。哦，安尼好啊，好啊，好，哦，感恩啦，谢谢啦。各一点要拜托大家。咱提身份证，是毋是咱啊台湾啊政府身份证？是毋是？啊，哪一位请身份证的人举手一下，好不好？哦，我也有嘛，吼，俺大部分拢请啊，吼，吼，俺，吼，俺不要紧，吼。啊，我要搁伫遮特别甲大家讲。这张身份证，我伫只特别甲大家讲一摆，100%是美国制造，啊，美国制造是晶片的，晶片的身份证。哦，卖去用骗去吼，有诶毋是晶片诶吼，干那扫描尔，迄种无效啦。咱这确实是晶片诶。因为美国甲咱交代讲，恁受训4000个，吼、哦、啊，咱第二加强，啊，要找搁较优秀的，吼、哦，要爱达到4000个。过来就是讲，恁去办身份证，表示讲这张。你是本土台湾人，咱现在摕这张啊，上课的讲师有甲大家已经可能有甲大家讲，这张有从做暗号，恁大家知无？知啊？唔知？知嘛？就是伫这里要做诶。这个咱的母亲哦，母亲的面顶吼，只有一排吼，咱安尼那安尼看是江秋平有这个数字啦。啊，这那无美国甲咱讲，咱也唔知影啦。就是这张拢去用做记号啦，
啊，咱大家拢啊，唔知安尼，大家有清楚无？所以这张去出国去拢无路用啦。啊，希望回去一个人啊，佮介绍十个，安尼咱就七成啊啦。因为安怎呢？这张就是表示咱本土台湾人需要家己做一个政府，吼、哦！啊，所以我阁我甲大家讲吼，这张吼、哦，我达赖喇嘛那魔鬼呢，魔鬼呢？去参拜达赖喇嘛的时啊，去好看嘛。好、哦、啊，我啊，因为我那讲好去学加持的人也好啦，我讲往过较歹势啦吼，我去到遐替我看，讲阮是台湾民政府来，啊，阮这就是阮遐的身份证，因为咧讲到啊。咱的情形的是，即讲啊，要安怎证明讲咱是本土台湾人？啊，想着讲，哎、欸，啊，咱都出国去，拢扎一张画，扎伫边啊啦。啊，去日本吼、哦，去机场一挂南山的啊，要甲换转来，我摕一张去甲换南山的换转来。吼、哦，啊，这那是用这张啦，去外国足好用的。啊，甲。咱家来放一个咱的同心的现身说法，给大家看。所以讲，大家上课了后，一定感觉讲，咱伫只上课外口，哪会拢无咧讲？是毋是安尼？啊，若无来上课，真正确实毋知影呢。啊，我真正去学骗，毋知影呢。我阁讲实际上的例子，昨坐计程车来的时啊，迄、那个计程车吼，安怎讲？因为咱会了解，咱本身无迄个族群，迄、那个做，迄、那个做对抗，还是做啊，迄、那个气氛伫咧，咱无，咱。台湾的人民实在太善良，根本就无。实际上，伊拢乌白骗。计程车讲，义勇军，我甲讲，义勇军，咱是迄个高沙义勇军，我们台湾义勇军。是在啊对抗美国的，他说不是啊，我们义勇军是在打日本啊。大家想看看，他说抗战啊，我说抗战啊，啊实际上那个叫做啊乃至我们当时候是日本时代嘛，啊，我也跟他在讲啊，在讲说，我叫我的父亲叫我斗长，叫我妈妈叫卡江，他叫我呼米尔呼米尔，我就跟他这样讲，啊，我父母亲日本人，生我什么人？啊，他说是中国人。啊，这个有的讲师也可能都有讲嘛，哦，或者秘书长有讲嘛，讲猫跟猫结婚生起来是小猫嘛。啊，怎么会啊？日本人跟日本人结婚生出来变成一个中国人？
然后像这样想就知道了嘛。啊，所以这个也很重要。依照国际法、战争法跟旧金山和平条约，这个改变国籍必须出于自愿啊啊，不能啊你的意愿啊，不能说强迫。事实上，每一个人到另外一个国家去，都是从居留权开始，然后再去取得公民嘛。不能一道命令就把我们列为中国人。问题在哪里？他只要在好管理我们，他的借口说啊，为了以后好管，所以都把你说你们这些都是中国人，不要你们的历史，我们以往的历史都把你扭曲。语言，因为我告诉他说4月1号是什么节日，4月1号是什么节日，他告诉我们，教我们是说愚人节吧，骗人的嘛，怎么一个国家在教育这些人民还有 骗人节，还有那一天啊公告的那一天啊可以用骗的，我们感到很奇怪嘛，真正堂堂的国家怎么会。那我就跟他那个司机，我跟他讲啊，他知道4月1号什么节吗？他说愚人节啊，但是他也不晓得由来啊。我才告诉他1945年4月1号日本天皇在台湾实施明治宪法，把台湾纳进日本的领土，依照啊国际法变成不可分割的领土，台湾跟日本是不可分割的领土，到现在都是啊这种状况。要不然用个4月1号愚人节干什么？大家想想看嘛，对不对？哪里会弄个愚人节啊？所以这些我们再回到这个 PowerPoint 的阶段来啊，告诉大家，我们第一堂课，大家想想看，我们第一堂课进来初级班的第一堂课，上课前一定由我们的讲我们的国，等于是临时的国歌嘛，哈，日本国歌、美国国歌，再来就是我们的介绍我们的什么主张跟立场。大家想一想，我们的主张跟立场是什么？我们是依照国际法啊，那么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我们要使流亡政府早日啊离开啊，不用暴力
不用武力，这就是我们的主张。那么现在要告诉大家的，我们的宗旨在哪里，最终的目的在哪里？最终的目的，把流亡政府请出台湾以后，我们主要台湾民政府是为百姓设想，实质上这个观念啊，我们都比柯P还要早大家在目前台湾人民，我想60-70%都是认为柯P是一个很好的公务人员。大家想想看，一个公务人员当一个市长，会7:30叫他的主管一级主管来开会，从来没有过的啦。因为我在国立学校开会都是9:00啦，为什么开会都是9:00因为公务人员上班是8:00嘛，8:00上班那个有时候就是工友先来整理一下整理环境再来职员，以前都没有打卡，都差不多8:30左右才来再来就是主管，差不多8:40左右，首长差不多9:00才到，越大的越晚到越早走这个是中国官没有办法你看看柯P我们秘书长也是7:30就在上课了呢，有没有事实上柯P都在跟我们学嘛，对不对？我们都比柯P还在早，所以说我要告诉各位我们的宗旨是什么你看他柯P天佑改变成陈和天佑台湾然后他的那个后人他写了这一句话，真的就是跟我们所讲的为百姓设想，这个柯P写什么？一个城市就一个家庭One city One harmony 这个是什么？台北市就像一个家庭，也就是他要做的就是像一个家庭一样那么融洽，等于是为百姓人民设想是不是这个柯P的想法比我们也是慢了几年呢大家去思考去思考，因为他7:30就召集大家开会了我们7:30就上课了我们4-5年来都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那这样来，那就很清楚了嘛，哈。再来，大家要知道一下，啊，这位是美国助理啊，国务卿，他是管啊东亚楼市，楼市啊，他在2014年4月5号。发表了啊，说美国支持台湾自治啊，这个自治是什么啊 ？autonomy， 这个大家看到这一份 PowerPoint 以后，大家给大家动动脑去想一下。为什么整个各报哈各报所有的报纸都是这个标题？用什么？罕见，从来没有听过的啦。他要台湾自治啊！我们看看这个时间点，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他喊出这一句出来。2014年台湾有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吗？有没有什么事？太阳花事件。太阳花事件什么时候开始的？3月嘛，哈，哦，啊，3月啊，30号，那个时候啦，全世界差不多啊，都是等于是响应。还有台湾差不多有50万人走出来，大家不要清楚吗？啊，所以说美国为什么喊出来？在我的判断上是说美国紧张，因为为什么美国紧张？我们再回顾一下。那个以前李登辉总统他说要会审，有没有？美国说什么呀？不可以，变成什么？动审。奇怪了，为什么不肯李登辉会审？因为李登辉想把这个省会调变成台湾，台湾的话他想走进世界舞台上，美国说不可以。大家去想啦，想这个问题啦，哎，他也担心呢，如果这50万人走出来，这些都是年轻的，他们喊出来啊，如果他们一定硬要这样做，那是违背怎么样国际法啊，跟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他这个事情就大条了呢。啊，我们再看看阿扁，阿扁当总统的时候他说我要来参加联合国，把这个申请书什么资料都送到联合国，联合国的秘书长潘锡文把他推荐
啊，为什么推荐？我想上课的讲师都告诉大家了嘛，因为台湾啊，因为成立一个国家有四个要件，第一个要什么？土地，要有什么？人民、政府，还有外交权。台湾有没有？四个都没有，四个都没有。为什么四个都没有？土地，因为不是台湾著名的，是日本天皇的。再来，人民拿的都是这一张，这一张是什么？中华民国的，啊，不是台湾。啊，再来，这个政府啊，世界上不承认的。我跟那个计程车司机讲，说中华民国啊已经啊灭亡了。我说南海，那个南韩的中华民国的大使馆由谁来接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来接收中华民国啊南韩的大使馆，被接收了。因为这个是在联合国已经确认，中华啊人民共和国继承中华民国，所以中华民国，我跟他讲这些啊，他说这个我们不知道，他说这个不知道，他说啊那个。台湾的志愿啊，那个跟日本抗战，义勇军，台湾义勇军跟日本抗战。事实上，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空军 B-29 来轰炸台湾。他们还造谣说四川飞机啊飞来炸台湾，你看四川飞机飞来炸台湾，算要起飞到台湾要多少小时？乱都是乱。还说，所以这个都是把历史啊都乱写。事实上 ，B-29 是美国啊派这个轰炸机来炸。那因为当时紧张了，阿扁。联合国被推荐以后，他也心情并不很好。那这样的话，我们人民来自决，人民自决就是要公投嘛，对不对？那个美国说，你是麻烦制造者，有没有？阿扁呢？美国跟指着阿扁说，Troublemaker， 你是麻烦制造者。以前选上很风光进去，后来就不给他进去了。类似，为什么
我们要选流亡政府的总统的人都要去美国面试，大家这个问题再去想啊，为什么要选中华民国的总统都要到美国去考试？有没有？这个就是这种情况嘛，也讲得很清楚了啦。所以他就代表美国可以给台湾自治，这个自治是有老板的自治，上面有老板有人的自治了。啊，实质上啊，有的也搞不清楚了。啊，有个台大经济系教授刚好聚在一起，他问我说：“啊，你们台湾民政府未来要走到什么地步？”我都跟他讲说，像加拿大、奥地利啊，跟纽西兰一样，他们是英国的国协啊。那么台湾未来会跟啊日本成一个邦协一样啊，就是我们上面有天皇，天皇下来啊，给台湾啊，来用台湾的名义可以参加各种啊国家组织，参加。也就是啊，大日本啊国协里面，像类似大英帝国国协里面的方式一样，但是像加拿大啊、澳洲跟纽西兰是这种情形，所以他丢出来这个问题。怕五十万人这些年轻人，大家真正要去公投，那美国一定会出来干预嘛？等于说你们要独立，就是跟美国战争嘛？啊，你们要独立，当然就跟美国战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来这边上课了。这个就要很清楚，跟别人家没有来上课的人，他们的想法跟我们的看法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很多人说，我们一公投，台湾就可以加入联合国了，这块土地就不是你们的。天王没有出生，没有发生，说好了，你们现在可以啊，给你们啊自治啊，然后你们可以参与国际上的活动，那这样的话才可以嘛。啊，这个就是啊，要给大家。很清楚为什么美国是这样的啊，能够对台湾都提出重要的信息，
这个是6月16号，那么这个马英九的好朋友，他驻美代表2年以后啊，回来了，回来跟马英九讲说怎么样？大船离港，大船离港论啊，大家想想看，什么叫做大船离港？对呀、啊，大家，我们当时候第二次啊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啦，美国都运送奶粉、面粉，那个大船开进来，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来支援我们啊！米丸那时候由美国援助来送这个啊奶粉，送这个面粉，都讲大船入港啊，怎么现在来一个大船离港论？这个就是他们已经很明确的派在美国的金普聪回来就跟马英九说大船离港了，那表示差不多要跑路了，几乎这个现象啊，这个当然中国一族啊认为台湾跟澎湖是啊中国的，实质上啊根本跟中国台湾一点关系都没有。中国高层也都知道，但是我们这一边啊的人，因为以前大陆跟中国打，跟共匪了，中国打仗打败了以后，逃到台湾的这些人，都想要回去。那你要回去，你就回去嘛。现在也没有说你们不可以回去啊。你现在一定好像要把台湾拉在一起。他们马英九的父亲要死的那个骨灰坛来里面还要写说他要回去中国，这个就是表示什么？连战选总统选输了，说阿扁是怯战，他是这样，就这样讲啊，好像窃取这个总统的位置，所以连胜文跟柯P在选的时候，连战说柯P是黄民，郝柏村也说柯P是黄民，下一句不敢讲。我替他们补充说，因为你是黄民的后裔，你不能来选我们流亡首都的市长啊。这句话他不讲，不敢讲下去了，说柯P是黄民啊，你不能来选流亡政府首都的市长啊。
这边是首都，流亡政府的首都，这是流亡政府的人才可以来选的啦。啊，你不是啊，你就是跑来选，啊，这个就很明显嘛。这个就是要给大家啊清楚的地方啊。啊，我们这边的那边啊，逃亡过来这边，来这个地方啊，已经啊，在这个地方已经经营的还不错了。那你要过去就过去嘛，啊也没有人家留你嘛。他们现在一划已经签好了。也不会，你过去就会被杀掉嘛。早期中共跟国民党是对立，是敌人嘛，是敌人啊，抓到就枪毙啊。现在已经一划签了，你们可以回去了嘛。所以有平潭岛的出现，这个也是美国安排的。美国也怕他把台湾交还给日本以后，那一批难民的留下来的第二代，或是有的不愿意被日本来管理的话，他会跑嘛？啊，会跑的话啦，当然最好能够给他们安身立命的地方，所以去平潭岛，平潭岛就是这样形成的。这个是玩阴的啦，要给世界搞不清楚了。啊，这个报道了，给大家讲一下就好了啦。很简单的想法哈，中国比喻是一个大水池啦，大水库啦哈，台湾是一个小水池，哦，一个池塘，小的池塘，中国是大的池塘，下面如果把它通打通了会怎么样？大家想想看，大水库是不是比较浅？小水库是比较浅嘛？啊，那个下脚下挖好通过去，台湾这些水就让啊打起来呢。啊，这就是这个现象啊！啊，拢在你老鬼啊！所以年轻人看到没有希望。迄阵啊，蒋中正跟蒋经国拢是在坚持汉捷不两立。对不对？以前跑出去回来就要判罪呢，判刑呢，是不是这样？啊，现在怎么样？现在说连战啊，要去参加他们九三阅兵啊。啊，他阅兵是展现什么？武力跟信念嘛。美国、日本啊，还有几个重要的西方的国家都不愿意去。啊，我们连战，他说是屁话。
是纯的，他是纯的中国人，他要去。有没有人生讲说他是纯的，纯的中国人啊，他要去。所以真的连战如果要去，就全家什么都搬走，早一点搬走，免得以后变形。这个都很可以啊，这个我们也可以，大家好上给一个等于作业啦，回去也好，现在你要查也好。希拉蕊他有提出来说，一些证等于是佐证啊，他所讲的20年后中国会啊衰退。20年后中国的一切经济各方面会衰退，他有提出来几个论点。他所说的第一个，90%大官的孩子或是大官的亲属都在办移民啊，都在办移民啊。这个美国很清楚嘛，是不是早期流亡政府跑过来的这些大官的人也都是在办移民去美国吗？是不是这样啊？都是这样嘛。啊，现在中国也是一样，大官的孩子跟他的啊亲戚都在移民。还有一个说，现在在中国有钱的80%的孩子或是他的亲属啊，都在办移民呐、啊。他说以后20年后中国会衰退的，这个可以上网去查，希拉蕊讲过。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啊，对我们很重要了。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因为他去拜访过奥巴马，有没有？年初刚刚去，他又去哪里？又去美国参众议院演说，是第一位日本首相在美国国会演讲的人，所以他已经跟奥巴马啊，奥巴马都跟他讲好了，所以他要来把日本的自卫权啊解禁啊，可以向海外动武，只要要来协助美国来管理南海啊，要管理南海啊，当然台湾就包括在里面。
谈到这个地方，大家想想看，李登辉93岁了。李登辉是不是93岁了？他是一个以前的总统，13年的总统，13年的总统又93岁了，没有人家邀请他会随便出国乱跑吗？大家想想看，可能吗？不可能的事嘛，绝对不可能的事的。他又在日本发表，他说他还有5年的时间呢、啊。他说还有5年的时间呢、啊。前几天他才发表说，他现在都在为台湾在打拼呢，还有5年的时间都要。啊，没有人邀请一个93岁，啊，又到东京去，后来被照相照到了，这个有去怎么样？去旅馆拜访他嘛？啊，李总统说这个都不能讲了，所以大家思考一下，为什么李登辉这一次看到安倍晋三以后，他讲出来他内心的话，他说他当日本兵，日本就是他的祖国，有没有？有没有？你看啊，以前没有看到安倍，没有看到他，都不敢讲啊。看了以后，回来就讲了。啊，马英九说他是出卖啊台湾。啊，连战要去看参加阅兵，展现中国展现的这些武力来要侵略台湾，啊，他没有事，他说连战只说去参加阅兵不宜啊，啊，没有骂说是出卖台湾，所以说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真的是流亡政府的这些人 他们的看法跟那个评论啊，都是两套标准啊。我想这位安倍晋三啊，对台湾未来很重要的啊，我们老早以前每一州设立什么州长嘛，啊，最近改什么？改为知事嘛。啊，为什么改知事了？啊，跟他有没有关系？
几乎我们可以看出来，在这种状况之下的变化之下，因为我们都美国来指导我们嘛，美国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嘛。啊，那可能台湾的未来的状况就是跟琉球一样啊，跟琉球的模式，依照琉球的模式，美军占领琉球，把交给啊琉球民政府，等于啊这个模式，美军把我们把他把军队啊请出流亡军政府请出以后，就是在我们这个地方成立台湾民政府。那这个，所以美国一直叫我们来申请身份证，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我再强调一遍，拜托大家一定回去啊，每一个人再去邀十个朋友来参加，因为是这样嘛。用这种模式，就是一定是成立台湾民政府嘛？啊，这个是我们台湾民政府就取得合法的权利嘛？啊，因为我们去告美国嘛，啊，所以这个。安倍晋三他是回国的总那个首相，回国了第二次，以前当首相，后来退下来以后，美国问秘书长说，你们对日本的政界哪些人比较，哪些人比较关系比较好，你们比较有关系的哪些人？秘书长说他两个人嘛，以前一个啊那个东京都啊知事石原啊都市，还有一个是啊，安倍晋三。后来美国就选择安倍晋三比较什么？比较年轻了，比较年轻了。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在安倍晋三派他的经济老师到台湾来跟李登辉总统对谈，他的标题啊，这个是我在台北的捷运上看到一个广告，我就把它拍下来，它的标题是什么？标题所写的就是说，以日本的经验来看
看台湾的未来。安倍晋三因为李登辉92岁去日本回来以后，安倍又叫他的老师，经济学的老师啊，到台湾跟李登辉总统去谈这个问题，从日本啊来看台湾的未来。所以以后我们跟他一定有密切的关系了，这个就是啊，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的报道？有看到的举手一下好了，也都没有看到的比较多嘛，哈。国防部原来设在哪里？总统府的后面嘛，它是在啊，在等于是在保护总统的嘛，就在国防部就在后面，正门是总统府啦，后门是国防部啦，啊，所以说啊，国防部迁到什么？为什么要迁大直？以后要让出来嘛？美国告诉我们说，真的以后说啊，一个流亡政府存在，一个是台湾民政府存在。那这样的话，如果日本来了，那个是原来是日本的什么总督府嘛，啊，是要还给人家，那所以要赶快把国安部迁掉嘛，啊，马英九好姐姐嘛。为什么马英九会好姐姐？大家知道嘛，吼，也都听秘书长讲过嘛，吼，直升机开下来，美军直升机开下来说，哎，总统啊，马英九你下来坐上飞机啊，一挥就再见了嘛。这个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刚刚介绍过那张图片嘛，啊，这个那当时候要我们自治的是2014年嘛，4月啊，5号、6号啊，4月啊的时候发表的嘛，啊，现在2015年2月6号又发表，他说什么？2015年是台湾重要的政治年，这样大家有好运啊无？恁拄啊来坐尾班车，有搭上火车啊？哦啊，他说现在在啊拉锯了哈，快，现在是已经进到要进到九月来了，哦，9、10、11、12，哦，这个在拉锯哈。
来看这边哈，美国会等待台湾人民决定自己的领导人。因为罗氏啊，这个啊，这个我们下面也有啊，一个我们再来看了哈。马英九接了去美国住两年以后，来接了啊国安秘书长。半年以后要闹跑了呢，啊，这个立委质疑说怎么样？金普通先跳船了，帮马英九安排救生艇了，那是不是跟前面的几张？都有关联性。真的都有关联性吗？啊，这个都是事实。他跟马英九最要好的，他先走一步，啊，安排好了，他再来。这个也跑了，这个什么时候？3月5号，他重点，他原来当行政院院长嘛，7月份的时候了，他如果要当公务人员的话，他就放弃大学的教职了，所以当时候他没有回台大，他继续接行政院院长。但是到12月份的时候，被太阳花事件啊，立委逼他下台，后来啊，他下台了。下台，台大回得去吗？回不去了，因为那些学生，因为你一个老师，老师的聘书啊，都是两年。一聘两年一聘了，啊，你如果要去当公务人员，政府借调可以借调过去，没有问题。但是借调只能借调多少？3年。3年到再借调，有的台大的规定是不可以，你就不可以借调，你要离开了。啊，那你必须要回来了。必须要重新开始审查。那重新开始审查的话啦，就从系教评、院教评、校教评，系里面学生都反对，那当然系教评不能通过。有的系教评都投票，还有学生参与啊。那当然他当时候学生反对嘛，所以不能回去了。那他一段 那一段啊，12月以后啊，那一段到3月4号都失业呢，失业呢，无头路呢，啊，无失业怎么办？
他什么时候有工作？看，3月4号有工作。他有工作是怎么来的？大家知道吗？总统府聘他为总统资政，叫他去哪里？叫他去美国啊！他目标，他讲他目标是要去哪里？他说他要去啊，哈佛跟斯坦福。事实上，那个时间点上，2015年2月28号，我们做什么动作？第二次告美国嘛，对不对？告了以后，法院通知外交部，外交部收到了以后，打开看看，写什么？拒收，又贴一下，退掉，拒收，有没有听讲？有嘛哈、哦？啊，所以他们紧张了，要做，那要叫谁去啊？叫谁去？叫这个赶快去！你看这个时间点，2月28号，我们去告他，3月4号，请他赶快啊出去了。3月4号聘他当资政，3月5号赶快啊去美国了。他父亲还生病呢，就叫他马上去了，赶快去解决这个问题，去聘律师啦，啊，去把又台湾民政府又告中华民国了。啊，这个时间点多去联想，都是很切切的。他出去特别安排谁把他谁去送机啊？谁去送机？这个人去送机，这个不是记者啦，学者啦，这个要改掉哈、哦。这个不对，这一次啊，这是访问学者啊，不是记者啊、哦。这个谁送机？叫一个警察头子去送机啊！啊，你看。这个就是因为啊、下面这个是打对了哈、哦，上面这个如果再拜托一下，如果把这个，哦，把它，这个王朝金是警察头子嘛哈、哦，啊管这个出入境的这些人是谁在管啊？他在管嘛？啊，他带的啊、江宜桦旁边走，警察看到他，会不会说江宜桦，你的皮包拿来开开看？会吗？不会嘛？吼！啊，你看这个有没有重要？
三月四号，总统府聘为资政，第二天出国，派一个警察头子随行，怕里面的资料曝光，是不是这样？或里面有带什么东西啊？要不然怎么会派一个警察头子去送机？大家用脑筋想想啊，好了，因为可能大家都有分一本资料嘛，哈。我们所以流亡政府啊，所有的他是等于一个国家哈，一组人专门在安排这些规划这些了，这个都跟我们有关系呢。三月十二号。啊，大家花一本小册子拿出来看看，那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前面那个，后面那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啊？三月十二号，对不对？啊，三月十二号，我们在美国啊的啊，美国华盛顿 DC 啊国际啊记者会，在那边做演讲。他去了以后又怎么样？这些人是不是要去听我们演讲的人？是不是要去听我们的演讲的人？这些人是谁啊？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他们都是外交委员会的委员呢，要去听我们演讲的，他把他拉到台湾来。大家用脑筋去想啊，他就不要去听嘛，拉到台湾来嘛，啊，拉到台湾来谁？来看谁啊？这个真的也是天佑台湾啊，他好像他比较跟我们有相关一样的，拉到台湾来看。因为他选台北市长的时候都很顺利的当选啊，很难得一个素人，政治的素人能够打败那个大人舰队当选，所以罗伊斯这个是啊，也是啊，蛮要了解柯P为什么
能够险胜的策略是什么？他讲什么？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哦。他有没有被抹黑捅几刀？罗斯雷跟他捅一刀，对不对？对不对？啊，他如果没有，因为人如果在水里的话，被捅一刀，心血流出来，鲨鱼就要来咬了嘛，对不对？他没有游得比鲨鱼快的话，就被咬死了嘛。像水被咬死。上次小鹰在险的时候，也被捅一刀嘛。啊，捅一刀就怎么样？也被咬死了嘛。小鹰被水捅啊，刘易儒啊，那个宇昌案啊，这个真的是他们是专门捅啊来捅人家的啦吼啊啊，这个他也因为他很明快啊。所有的资料账表全部都公布贴在进前总部，你要我说有贪污有舞弊都来看好了，给记者大家来照来看啊。如果用讲的，人家大家都会讲嘛，没有证据嘛，没有走证嘛，证实嘛。还有捅一刀也，另外捅一刀也蛮严重的，说柯P在卖器官，有没有？啊，所以如果他没有立刻，因为他这用什么？他说用国外一个学者写了一本书，说柯P在卖器官。啊，柯P怎么办？如果像你，你要怎么办？所以天佑台湾啊，美国的本土台湾人，大家联合起来翻译，翻一翻。两天翻好了那一本书，现在电脑很快一按翻好了就没有啊。他们赶快那个他们的律师团写一张信，赶快又给这个美国著名的这个学者，这个学者看到这一张信还在回个函，说柯P对医学上有贡献啊，也没有写说他这一本书有在卖器官啊。这样越来柯P的票越来越高，这个就是这样嘛。那个柯P出庭碰到刘书雷告那个柯P的太太说看到的时候啦，要感谢罗斯蕊啦，使他当选了。如果没有捅他的话，可能他不一定大家都知道嘛。一捅他以后啦，大家都知道真正柯P对医学上真的是有贡献的。哦，类似这样，大家就很清楚了。这个就是什么？天佑台湾，天佑台湾。这个就是要来佐证，
这个 PowerPoint 我们是要来佐证日本越来对台湾的关系越来越加强，越来会越好。无形中你们在从电视上都可以看出来，日本的厂商在台湾的广告会越来越增加。这个什么？为什么外国的啊，那个啊，消防的啊，那个特勤队啊，要来参加我们的演习？大家想想看好了。以前马英九，我们88洪灾的时候，美军要进来啊，中国也要进来援助啊，马英九说拒绝外面的援助啊，当时日本也要来，他说拒绝哦。美军有没有下来？应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照片？美军有下来在台南机场，这个表示什么？你们是喊喊，台湾是我占领的，我当然要下来啊。他能够进来一个国家跟国家，他能够进来，大家思考，这么容易吗？差不多都清楚了啦。那个美国说不定已经通知了，以后未来日本要来处理了啦，他们先派这些来了，慢慢给大家好印象啊。啊，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给大家好印象嘛，慢慢跟日本接触嘛，啊，大家就不会有敌视日本。啊，中国都会制造一些仇视日本，来还日本。啊，事实上，真的没有他当选哦，我想不会来。绝对不会来，一定抵制嘛！真的是天佑台湾哈，天佑台湾。前几个礼拜的大台风有没有？日本也有派来的，大家报纸有没有看到？那个乌来啊，救灾啊，乌来救灾，有日本的啊那个救难队也来了。啊，当然我们会有啦，会有这个日本救难队的啊报道哈，也有啦。这个就是因为这个重点上时间上的因素啦，我们讲一下。因为蔡英文是在选什么中华民国的总统啦，跟罗氏所说的啦，
那么要给台湾人啊 autonomy 啊这个啊自治啊是不相符合的啦。他是写流亡政府的总统，所以他后来真的选了啊，美军叫他们回去了，他要叫蔡英文到金门马祖去就职好了，就是这样，他们去金门马祖是中国的领土啊，哦，中华民国的领土啊，啊，他去那边去当总统。啊，当然这个就是岸信夫啦，这个跟那个啊的弟弟啦，哦，这个大家都有了嘛，哈，哦，这个我查一下了哈，哦，这种简单的这样讲了哈，哦，感谢啊这个苹果日报来跟我们报道，事实上啦。差不多在3年前啊，苹果日报就要来访问我们。当时我下课了啊，在办公厅啊，刚好外面说苹果日报的记者要来访问，哎，给他进来了啊。秘书长说你要来访问什么，你们都不了解我们。好了，我准备这一代的书啊，啊你，他们是政治组的，要来跟我们访问的，带回去给你们政治组的长官去了解一下，再来访问的。给他了，都没有来，在这个时段他来了，啊，这个啊前来了，事先呐，啊。他们有做功课，因为我们书给他看，秘书长的著作啊，6、7本也有原文的，都给他带回去看了。看了以后，为了写这一篇，派人来受信呢。因为看到这一张，秘书长说：“哎，我们的照片外流啊。”他吓一跳说，哎，我们的照片怎么会外流啊，怎么有这一张呢？原来派人家来受信，像出奇班跟蔡英文去美国拿一面国旗一样啊。啊，是不是像苹果日报是不是有做功课？对了，你提出这个主意嘛，他说讲的，如果他来跟你采访，不写说你用唬的这样，啊，如果这个是广告，起码150万以上 ，AR 版呢，那个正 A2 的呢。AR 版的啊，丽娜，你如果是 A1 版的下面那个啊，70-80万，半夜哦，半夜的70-80万哦，啊，这第二页前版呢，起码也要差不多150万，啊，跟你广告没有钱的，感谢他了啊，他只是写的都是比较实际上有的，但是他也要说批评一下啊，很多上网去看，大家如果上网打台湾民政府上网去看，哎，都奇怪，都讲的都不是很等于是正面的，有时候他都有一点负面，但是你不讲一点稍微，那就变成广告了嘛。那广告的话要跟你收钱了，那我们不是广告，他们来跟我们访问，
当时他打电话来说要约我们访问，我们说好，你什么时候来，我们也请他吃中饭。哦，啊，我们就是这样一起吃中饭。啊，我们站在这里面啊，他们也几个人来啊，做访问啊，啊，这个是啊，你说我们是诈骗集团会这样吗？大家想想看，这个都是流亡政府是在排日了哈，他就是他真正了解状况，未来台湾就是日本天王会来啊，委托那个首相来处理了。这个 PowerPoint 要证实什么？美国跟我们讲，他说军队啊，他们来处理，军队他们来处理，警察叫我们训练黑熊来处理。啊，这个就事实了。美国正在收编了嘛，正在收编军队了。美国正在把中华民国的军队在收编。来看看，这个是头一版呢，头版呢，有没有看到？有看到这一篇的举手一下，在报纸上。你看，6010跟什么？美国25做什么？结盟，讲好听说结盟嘛。讲一个不好听的时候怎么样？收编嘛，是不是？用美军来掌控嘛？结盟会不会美军听流亡政府指挥啊？不会的嘛。啊，这个就很明显了。啊，再看，当然。这个是警告，这一张才有价值。这一张平常的人可以照吗？这一张啊，平常的人照不到了，没有办法照到这样了。这个是 AIT， 是美国在台协会，是美国等于是啊官方呢。他把这一张丢给《自由时报》呢，叫他登出来给台湾人民知道呢。啊，台湾人民都是老不懂，老辈都这样，公辈什么？啊，看到这个也都不会感受怎么样啊？这个是报纸登的，这个表示什么？美国已经丢出了这个信息了，啊，流亡政府的军队啊，要由美军来指挥了。这个是我们三军的什么总长呢？三军都要听他。指挥的人呢，部队一切都由他指挥的人呢，啊，来参加美军啊指挥官的交接呢。
看到这个哈，因为差不多六七十年来，当时候我们当学生的时候，都教育我们杀猪拔毛，反共大陆。现在啊，根本他们是国军，共军是什么？中国军。哦，国军。所以常常会毁谍案啊，因为最高法院的院长就这样讲了，上位者应明确宣示敌我。没有啊，连战他这次又要过去啊，去看什么？他阅兵啊，准备打台湾的武器的展现啊。啊，你看，就是这样。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军人为什么失踪啊？这个忠诚度啊没有了，就是因为为政者应该负的责任。主要是马英九偏袒敌方，照讲的话啦，政策都是这样嘛。啊，人民要怎么办？啊，这个军人要怎么办？这个刚刚啊，大家都知道了嘛，哈。啊，你看，你说现役军官。罕见，我要用罕见公开管理。这一排次啊，戴帽镜这些啊，都是现役的啊。他说，美军没有进来，啊，这个都是报道的啊。因为啊，这个是给大家整个了解现在的状况，哦，都很清楚了嘛，大家都很清楚了，所以来这边上课了，我们所知道的战争法有两个铁则，第一个是什么？流亡不得就地合法，占领不能怎么样？移转子田，所以他们来占领了。这个台湾还是日本天皇所有，所以这两句一定要啊记住。还有回去以后，一定要去告诉你的亲戚朋友。在我们这边上课的状况所学习到的观念跟知识，也拜托大家啊做两件事。第一个，介绍邀请青年优秀的，有专门等于专业的都来受训。第二个，拜托大家去请来办身份证啊，身份证我们必须还要多加的努力，也拜托大家啊，因为时间上的因素啦啊，如果啊在高级班啊再给大家看这些影片啊，哦，刚好时间上的因素，我们没有给看一些影片，啊，拜托大家这两天是这样好不好？好。
我们今天到这边结束啊，谢谢各位啊，谢谢。